军演罗志祥昨天晚间在台中举办演唱会，吸引了18000多名的歌迷挤进了台中体育场。而昨天特别来宾还邀请了小 S， 两个人大跳火辣双人舞。尤其呢，小 S 她是以一身肉色舞衣登场，真的看得超级性感，让台下的歌迷尖叫连连。从球体舞台道具降下，搭配超炫镭射灯光效果，小猪罗志祥来台中了。大秀精湛舞技，不愧有亚洲舞王封号。到了抒情组合歌曲，终于可以喘口气和歌迷互动了。演唱会特别来宾邀请的是艺人小 S， 一袭肉色舞衣登场，除了胸前的爱心加上银色底裤，看起来整身像是镂空一样，和罗志祥大跳火辣双人舞。朋友们爽到了，我跟你讲。因为说真的，其实我那个也是一半的台中人啊，真的。因为徐妈妈是道地的台中人，今天徐妈妈也在现场。哎，徐妈妈你在哪里啊？我觉得都是徐妈妈在。小 S 喜感的台语吗，也让全场做了不少笑声。小猪巡回演唱会叫做特别在台中加开，全场挤进了超过18000多名歌迷，共同欣赏小猪精湛歌舞。这就是李梦章、周瑜的 SNG 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